Sorry. Thank you.
你同佢講啦，如果你細個咩四個million嘅話，咁你將佢贏翻做美金應該係卅幾定五十幾萬，六啊幾萬美金，咁你就話咧就少過香港四。
少過，佢大概係港紙1000蚊美金，1000蚊美金，1200蚊美金，即係9000蚊港幣1000蚊美金。你call佢，你call佢美金咯，你即係US dollar，即係60多萬以下嘅1000美金咯。好啊，感謝你。我真係唔係我哋啲邊。Thank you.